大将军，正村坝一带发现燕军流窜。哼，他来他的，我打我的。我们就此分兵，着你领18万大军直取北平。本帅领兵30万，亲往正村坝，迎战朱棣。大将军，朱棣不正想把你引到正村坝吗？为何你还主动前往？如果本帅只有10几万兵马，自然不能上当。但我们的兵力是朱棣的10倍有余，何惧他故作疑兵？末将遵命。传令，左军3位随我北上。殿下，末将亲自前往探看，敌军满山遍野，远远不止10几万啊。那有多少？一眼望不到头，末将估计接近30万。殿下，还有，末将在回来的路上遇见二王子的兵勇了。快说，粮草何时运到？那兵勇说，铁平率军偷袭粮队，焚毁了全部粮草。监军马和与二王子高煦生死不明。我怎么会忽略了铁平这个劲敌呢？高煦、马和这两个蠢材，本王要把他们碎尸万段。哎，殿下，那我们是否赶紧退军啊？不准退！两军交战近在咫尺，退兵如山倒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提前开战。你去饱餐一顿，准备决战吧。末将遵命。大师，此战可能是本王的最后一战了。燕王为何如此悲壮？人亡我犹可战，天亡我不可悔。今天是第16日，朱高煦、马和丢了粮草，本王原指望与李景龙的10余万兵马巧为周旋，拼死一搏。可现在面对的是30万大军，正村坝无险可守，打不赢走不了，我们无一胜算，只能一死以求明解。本王就留在正村坝，你们想走的，本王绝无怨言。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，是本王连累了你们。殿下不走，末将岂可偷生啊？这是本王写给北平守城将士的军令，放弃抵抗，献城归降。张玉，派人送去。殿下，不能啊！殿下，末将宁死不降。这是给朱允文的，本王恳求他在我死之后，不要滥杀无辜，不要伤害跟随我的将士和他们的家眷。一切恩怨由本王一个人来承担。朱允文心地仁厚，想必会答应本王的，请大家放心。
殿下之亲身一号，末将替将士们心领了。但是，末将自从跟随殿下那天起，就没想过要离开殿下，更没想过背叛儿子。殿下不生，末将不生，殿下不死，末将不死。殿下不生，末将不生，殿下不死，末将不死。 殿下不生，末将不生，殿下不死，末将不死。殿下不生，末将不生，殿下不死，末将不死。殿下不生，末将不生，殿下不死，末将不死。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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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。 想到你帮了我这么多年，奋斗这么久，现在却功亏一篑。大师，是我把你拖累了。殿下何出此言？一切将在郑村罢了断。大师还是走吧，走得远远的，隐姓埋名，了此一生。燕王是让贫僧逃命。 我如果战死，还有个烧香超度的人，恕不远送。贫僧临别有一言相赠。大师，请讲。燕王天生龙种，还望好自珍重。 齐守何在？齐守两名，护骑兵八名，已经全部就位。今日之战，视死如归，荣辱当先。只要本王活着，这杆大旗就不准倒。遵命，遵命，遵命！两军交战，勇者上，出征！撤，撤！
杀！给我杀！Thank you.
算他有种，激战吧！小雪就喂食了吗？千万别饿着他。是。 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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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多少人？三十余骑。我率领着三十骑直冲李景龙，吸引南军主力。裘虎，你趁机突到外围去，从侧面攻击，放弃周边的敌人，直扑中军。只要消灭李景龙，南军就会崩溃。遵命，大将军，你赶紧命令弓弩手放箭，射死了朱棣，燕军必败。不准伤朱棣，皇上有旨令我活捉朱棣进入京城，以向天下人显示圣君恩德。大将军，现在是两军交战的关键时刻，如果你战败了，你拿什么显示圣君恩德？任何人不准伤朱棣，违令者斩。呸！不准放箭，皇上有旨，务必生擒朱棣，不准射杀。不准放箭，皇上有旨，生擒朱棣，不准射杀。拿箭来。殿下，李景龙身边足有上万禁军，你只带三十骑冲击，太危险了。他的朋友严旨，不敢轻易伤我，我可以放手一搏。你放小心。谁放的箭？张悦，殿下，你快走！你说过，本王不死，你不会死的。殿下，你快走啊！只要殿下还活着，张悦就没有白死。给我杀！殿下，你快走啊！下。Oh.
撤，撤。为什么停止追击？破后浓烟滚滚，怕是有伏兵啊！有伏兵怕什么？把所有的兵将都拉上去，务必生擒朱棣。将军，不能把老底儿都压上去啊！万一……万一个屁！分明是那个妖僧的空城之计。快去，抓不到朱棣，别回来见我。是。殿下，看来贫僧没有吓唬住他们，你快跑吧，我来抵挡一阵。大使，不必费心了。天堂不收的话，那咱们就地狱里见吧。殿下治罪的，马
和你记住，今天在郑村坝，你立下了盖世奇功。旗收好，日后悬挂在大堂上，让后世子孙们好好看看。是，启禀燕王，上级归报，李景龙领着几万残余已经逃远了。燕王，是否令各营扎营休整，立刻出发回援北平？遵令，遵令，遵令。出发。拜见父王，拜见燕王。好，好，本王有这样的世子，无惧于天下。你母妃呢？心里空落落的，明日要在这大旗下召集众将论功行赏，其他人的功名和赏赐本王都想好了，就是你不知道该赏些什么才合适啊。
卑职只是个太监。哦，郑村坝一战，你忍辱负重，立下了盖世奇功。这样吧，本王赐你姓郑，郑者正也，堂堂正正。殿下，卑职能够追随殿下左右，已经是天大的福分，殿下的恩宠，卑职无以为报。马和，你愿意更名为郑和吗？郑和，叩谢殿下。好，郑和，起来吧。本王打算把胡城的官邸赏赐给你。殿下，其实卑职不需要任何赏赐。那你想要什么？尽管说。郑和，王妃。郑和呀，你是想要照顾莲心吗？是，莲心姐与小的情同姐弟，她对殿下及王妃也是忠心耿耿，她现在身逢大难，恳请殿下给莲心姐一个妥善的安置，也好让小的多加看顾，以报殿下知遇之恩。郑和，还是你想的周到啊！还不快谢过王爷！小的谢过殿下，王妃。你回来了，莲心姐，你醒了。你给他起个名吧。莲心姐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其实我早就想好了，只是担心我起得不好。他是你的外甥，你起什么都是好的。好，那我就说了，他是老天送给我们的一个亲人，他就叫宋天吧。宋天，我希望他长大以后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顶天立地。是啊，莲心姐，你给咱们家生了个顶梁柱啊，现在他就是牵挂你我的一根线，将来宋天他一定会为我们撑起一片天。尸首没了，丢了多少？丢了几十具，好像被人在附近就地掩埋了。郑村坝战场附近还经常在夜里发现鬼火。被下葬的都是些什么人？末将以为是南军所为，下葬的定是南军里面的重要人物，可没想到被掩埋的有南军也有燕军。是不是周围百姓所为啊？末将问过了，百姓说不是，但有位仙人这几日确实来过此地，出银子征集过民夫。仙人，这个人还经常在夜里出没郑村坝战场，在尸堆里走来走去。百姓还说这个仙人好像还是个女的，身着道袍，方巾遮脸。殿下，末将亲自问过，百姓还说说什么？
莫讲不敢说，但说无妨。此女很像一个人。谁？王妃。 劫了，大胜了，皇上大捷了。